一整片的虱目鱼肚搭配蚵仔和鱼酥，滚到绵密的白粥，看到口水都快流下来。台南知名阿唐咸粥一碗涨价到200元，贵桑桑价格没有吓跑客人，但却因为疫情狂飙，没人来。 店门拉下铁门暂停营业，大大红色公告上写着，因为疫情影响，没有观光客上门，生意一落千丈，暂停营业到5月底。而另外一家阿憨咸粥持续苦撑，大概现在目前为止是降到 50%，最主要是客人不希望出来外面走。受到疫情冲击，餐饮业者面临黑暗期，调整营业方式的还有这一家。 因为员工居隔造成人手不足，阿霞饭店餐后开始不提供内用，只提供外带。连锁餐饮享食天堂暂停平日下午茶到5月底，汉来海港也滚动式调整营业，暂停平日下午餐。下午餐来客数其实受到影响是更大一点的。如果是跟正常的时候比的话，其实真的是差了一半以上。确诊人数遍地开花，民众外出用餐有疑虑，餐饮业者业绩雪崩。 狂掉50%以上，只好调整营业方式苦撑，希望能够撑过这一波餐饮低潮。记者赖冠璋台南报道。 在这边呢，告诉了大家，温水生、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，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